三个，哇！终于，号一定要，打了我三个，号一定要，他们太无耻了，妈的，一个个的胖子。没有，最后一球你都挤到篮下了。这球肯定往篮下打，我们教你们那么多。 前面那几个传了一下，都直接给。哇，漂亮！哎呀，穆斯三胜两负啊！对呀，太烂了。输了两场就补救。我赢了三场，输两场。你输两场都是输给我了。输两场，又赢你几场吧？无所谓。 其实上场你们不录，而且你用 baby 的手段把我们的主力球员的演技拿掉了，让他在最后状态变差。哎呦，太伤了。对，用 baby 的手段赢了。所以上把判我们赢，詹姆斯对不对？上把应该算我们赢对不对？其实上把我的策略应该改一下，最后一个球，因为他演技打掉了，他看不清楚。你们应该把球，应该让他来发球给我。 然后我就跑个十天十夜把他抛死，然后再投。跑到关灯为止。对。很明显就是你们失误了，好吗？最后一球，明显是他失误了。看不到了。眼睛比大家会有差。其实我最后一个是我有失误，不要让他再打。上个礼拜告诉我他不戴眼镜，可以打爆我，所以他打了我三个。这个礼拜我要还回来。 因为你没戴眼镜，一下子没眼镜会有差，知道吗？啊，会。就我不应该再给他最后球，我搞错掉。我这个球应该让詹姆斯传球给我，对不对，詹姆斯？我们两个是最可信任的人。对呀、啊，关键时刻。关键时刻。季后赛传球的人。对，季后赛传球。这个不要脸了，刚才那个球我都怎么上来了？他给我一把按下来。关键你还连按你三个，好像。迅不迅速？就是那样打。 给我看看，表弟一下被转过去了，我扛完蛋了。连按了三个，我操！我没有办法，要不然你说我扛不住的，我只能用尽全力去扛。太猥琐了！发球的已经很好了，上个礼拜我就直接让他扛下去，给我干伤了。看我站在哪里，你不要扛他，你扛他一边，让他走走。 你老是不让我扛他，然后你在后面一个劲推我，你还回头。这见的人，你这个人啊，真的太不爽了。第一个球罚的好不好？你就说，我都没想到，我差点我感觉我被挤死了。你被一个三连制跑包夹了，感觉我撞到了一面墙。其实可以打的，但后来最后那个球就他们就他也很，不太肯，不太肯怎么样。后来连传他三个，三个都没放。这个逼又不让我打了。兄弟，喇叭被抢爆了也不能退缩了。 对，后来不是有两个球你投的吗？没投进，然后我就想换一下，我说我攻两，其实都是有的。好嘞。哎 ，Jack， 赶快传授一下追女生的心得。他，没说不如啊。 你要变成一个禽兽！哇，拉蒂啊，整个吃掉我！你怎么对？你怎么对他禽兽？你真的？还好。你也太小心，我们咱俩都是普通朋友。不是你为什么那么小心？咱俩我没有很小心啊，该出手的时候都出手了。应该讲一讲，可能只是长相的问题。好帅那个球哎！梁今天终于打了一个好球。
就这一个。不错。今天打了好几场六比六哎，我已经打到四场六比六了，我一共打了五场球，四场六比六。我打了，今晚打了五场球，有四场打了六比六。那我跟你一队啊。对，这四场六比六赢了两场，输两场。啊，今晚上实力很接近了。错压了吗？哇，今天两打得不好。这有好多球。哇，好帅啊！哇 good pass 哎、欸！哇 good pass 哎、欸！顺手 game 哇！梁今天进了一个好球，对，好球。来前下，对呀、啊，就是打我们有速度，会不会打太久啊？那个很强，我觉得那个很强，可能是他只是切爆。他没有射很多，对，切，因为我们全部都站在里面，就不容易。跟蔡方那个来了，你很好吃。没有，你的方法、很危险，他一转身就过你了。他每次爆杀、他有点爆杀、你每次讲啊，你每次 leap， 你 leap， 他那边 angle 因为没人补了吗？没有，他切的。很少啦、啊。篮球队的 star player， 那矮哪一个？因为他在打篮球，对，因为他在当兵。那很够哦。啊？矮的。那个多大了？哦，那个。你跑很远了哦。没有。他的哦。你的 angle 我在讲 angle。哦。没有那个很快啊。他站那边哈，我们没有人补你了，篮小啊，你的 angle 你还跑怕什么？你放，你这样子放他，他转身没有？他应该没有转身。哇。没有没有 ，as in 你的 angle， 你的 angle 应该过来这边吗？角落那边啊。啊，角落现在我还想他切你是完蛋了，所以他没有切。哦。哇，他有切蛮多力，只是他一进来我们就关门。而且这一局我们看对了那个点，我们用速度来打。哇，这个矮人最好打。然后我打 Stephen 他讲跟不上我。他也跟不上我。哈哈哈哈哈。我们有速度啊。他们讲打赢了，他们要靠他打赢。他们要靠打里面哦，可是他们没有什么传给他。对。是我的错，没有啦，他打里面也不是很稳，每一粒我射的都给你，我们就赢了。因为你肯定打赢他，因为他刚刚你打爆他，你干我就完蛋了，打爆他，你拿到球我就退后了，在里面。哇，是你，他这样得分，我这样也随便的。哇 ，free ball。我是老的，我更厉害了。在当兵啊，当兵很少走机会。对，因为我已经当兵了，哪一家不一样啊？我们是没有安全的，然后在那种。
你那种草地啊，穿来穿去，拿那个没有板那种，在哥上冰的时候，哎，你还喜欢什么篮球啊？可能没有板，那拖把，我们那种玩的，是，所以我们女孩子，我们直接拖，我们可以带球，很小个没有板那种，我们就感觉拖个人拖，玩女孩子，然后我，哦，还有女孩子，你们买一下的。把这一期很辛苦，真的打死我！我听啊，他们讲啊，你们去肯定啊，我要等他等你们走啊，你要做单，最强的走比较夸张。还是你们有吗？过去啊？还是你们过去的时候有吗？上个月没有吗？我们是旁边的那个水箱，你们自己不要。我听我朋友说有没有夸张啊？是啊，很靠近而已吧，你们还要做单的，就是这样子。做两年还要回去 reservice， 我什么都没有。他要两年，我既要 reservice 两年。我下个班了。他这样拿掉，他下一张。他这有两个了。啊？不是两个。我算你们一个人，就不是。对啊，我算过，因为我是福利团。三倍三倍。十次来的，一次三个月。都是两年八个月。啊。下个班了。他叫我纽约回去。纽约不是二十五号？我七号二十号。七号回去。哦，我八月礼拜有人是吧？拿这边。哇 ，Power Play！ 他太大了，太大了。老贝，你这里搞屁的？他在那边，如果是我防他，我防他，他都没有这样找人。他觉得不需要。如果我站在他后面，我一定走快啊。那你的 vocation 是什么？我是说，因为这个球来打吧。哇，差一点被盖了。蛮那个。激烈，他们打。他们打内线的嘛，我们打四球比较是。每一拳比较杀风爽。好像每一拳都是这样打下去。在里面。我以前我都看在那个 B 站上那个。哇哇 ，good steal！ Oh my god！ 好一个邓龙沃！传球很烂，这个传球很烂啊！刚才有粒球还传在我的头哎、欸。还有那个 FB 啊，整个丢哎，幸好我的手快，还是打到我的脸。哇，很激烈啊！医生打一场等于我们跑三场。他有几次才开始？本来我很早就来了。我很多撑哥打。机械出来了，因为他们一直穿里面，穿里面通常很容易蹲的。可以这样讲，他们的 feel 高低，啊，他们的 feel 高低。我在就是，我们里面都是全部，全部都是打里面的，打里面是很容易蹲的，因为你一进到去，人家就夹你啊。尤其是打四打里面就是这样容易。一个礼拜，如果他是大师，可以。大师是进攻难，反打反是防守难。杀杀射出啊！除非你是射手啊，是打师就容易哦。你站在远远射。今天是我们啊，这个礼拜啊。还是打了一场就等很久，整个人都冷掉。哎呦，太多人屁嘛！对呀，头一样的，你开头，当然想嘛，走这边。哎，可以走这么多步吗 ？What the fuck？ 走了四步啊，走了两步再走两步。谁？
包了，自己偷，自己偷没有用啊，你都看不到这个位置。
过去。好，哎，我说。那个球你往上拿，他直接传里面。啊，你不要往北。他那个球为什么还？因为他那个球没抓住，如果抓住了，他无球犯规就是。